盘点玩家解锁不同坐骑的心态变化。假如给你100万，必须放弃一个东西，你愿意吗？第一个就是陪伴你多年的父母，因为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细心教导，才把你培养长大。你会选择放弃他们吗？第二个就是你的手机，假如你放弃手机，那你一辈子都不能再玩手机，就算是一分一秒都不行。第三个就是你的寿命，假如你选择这个，那你的生命就会直接缩短10年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会选择哪个呢？